嗨，早安。今天呢要来拍一支。我跟圆圆一天都在干嘛？因为想说我们俩好像还没有拍这种比较生活的影片。反正现在是早上10点，可是我先跟大家，原本我这次比圆圆早起来，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提早爬起来，因为今天他休假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蛮兴奋。我们等一下一整天的行程。阿诺，阿诺，早安啊。他要拍屁屁啊。舒服哦。所以今天呢，就是走一种简单、自然生活的 vlog。我们去看一下熟人在干嘛吧。哦，还有你素颜呢？干嘛喷水啊？为什么一大早在拍？对啊，我今天要记录啊。Vitamin C， 干杯。当然是刷牙洗脸后再喝了。如果想要知道我们两个平时都吃什么维他命的话呢，这边有个连结。然后呢，就稍微巡视一下我的昆虫们，看一下蚂蚁啊，还有我的党哦，有没有饲料要换的？叶修的芭乐叶可能要换一下了。彩虹敲，这是我叶修的蛋。我的叶修在这里，他在这里。哦哈哟，你看他学叶子，好可爱。他在跳舞，你看阿奴。巡视完我的宠物家人之后，我就去做一件事，我要去浇花。我种了一棵芭乐树，每天都要浇花啦。这个芭乐叶你知道干嘛？没错，就是要种给叶修吃的。然后呢，我早上还会做一些肌肉核心运动。就是我会看影片做腹肌跟做胸肌，我下面可以贴连结，大家如果要一起健身的话，可以用这个。这是第二阶段的。原本啊，我的腹肌我都会用滚轮做，可是我最近膝盖受伤，所以我就用一样用看影片的代替。这个呢，推荐给大家，它也是有分等级的，那我做的是第二级。撒什么胶？哎呀！阿努，拜拜。我妈出门了，拜拜。经过了12个小时化妆之后，哪有那么久？虽然今天是你的休假，但你的休假其实还是很充实的。开心的工作，因为是看电影。我们要去新一区看你的偶像金凯瑞，然后好多事情要做，我们要去买甲虫图，还要去买西门泰的发片。好，我们去新一区吧。而且我们今天还要跟学弟一起，跟汉汉。对，大家见，拜。Bye、经过了学校花园，这停车场音感好。我们已经到这个信义园摆，我们两个就是很常都会带信义去约会。这边很方便，然后观光客比较少，环境好。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，我等了你非常久。就是第一次吃饭。第一次吃饭，我请他吃火锅，在超好笑，你超好笑，你还在那边说，我还记得那次是我30岁生日哎，然后你还说，你生日就当我请你的吧，然后好像很了不起，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人好奇怪，我很少请人好不好？对，我后来才知道你很少请人。对啊，而且还让我等，让本大爷等。因为我那天好像刚好去做头发，然后我们好像也没有特别约的很正式啊。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送我的东西是什么？一双袜子，是袜子吗？这算了，那是第一次是一双袜子。好，那第二次你记得什么？那第二次的我印象比较深，那个史努比的，你还把那个标签，对啊，然后你还跟我讲说什么？我这个人是不撕标签，我要让人家知道我买多少钱。这个要400-500-600，超夸张的。那你现在不会这样吗？不会啊，就是很爱跟你讲说这个多少钱，偶尔还是。我现在比较不会中那个价钱，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让对方开心是比较重要的。对，所以你会送跑车给我吗？真的成长，会啊。
金凯瑞，偶像，我的偶像啊。我们今天请到一位特别嘉宾，跟我们一起欣赏电影。欢迎皮肤炎学弟，耶、yeah ！来看一下你的皮肤炎。不要。为什么跟我女朋友走了？好像你们是你们来约会一样。我约她来，啊，我之后肯定跑来。你约她来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跑来。对对对。好，那你们去看了。算了，拜啊，拜拜。喂。好了，我们已经看完《音速小子》了，超好看的吧？好看。有没有看到我师傅？很厉害吧？你师傅？金凯瑞啊。你师傅啊，超强的。金凯瑞真的是我心目中的男神。小时候就是因为看了他的以前的电影，然后深深被他影响。你是喜欢他的表演？对啊。Chicago， 你们身高怎么可以这么搭、啊？我这就是大家心目中比较喜欢的身高，就是排名前 top one top two。本身是几公分？168。好了，谢谢你陪我们看电影，谢谢你陪我看电影，再见，拜拜。有没有发现演员不见了？我刚刚送他去处理一些事情，然后趁着空档呢，赶快跑来一个我最喜欢的秘密景点，就是他，当当。虫模仿，今天又来采买我家兜虫要用的土啊，因为他们土都已经吃完了，所以呢，赶快来买土。嗨，こんにちは。Hello， 阿文哥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嘿嘿，阿文老板的店有非常多的标本啊，你看连汤汤都有哎、欸，还有阿杰的书啊，哎、欸，这本哎、欸，这本我也有，秉承的书，我最近也在养蚂蚁了。钟凯翔，纸雕大大，这些都是他做的。没有，有，我对面有寄杯，随时可以过去。不要这么客气，阿伟老板人真的很好。哎、欸，不要这样子啊！哎呀，等我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小大哥。哎、欸，好，对，哦。耶、yeah, ，最爱的肖大哥。肖大哥说，他25年前就去过马达加斯加，这不是炫耀文，什么才是炫耀文啊？我连马祖都没去过。但是我去过婆罗洲是真的啦。我们肖大哥做标本超厉害的。然后如果有需求的呢，这边有费用，价格合宜，而且做的绝对保证漂亮。A2 一直是我很爱用的那个兜虫的食材，兜虫吃的都不挑嘴，而且都长，养的体型都很大。谢谢阿文哥的咖啡，谢谢你。赶快来，赶快来，用新台币惩罚我。这好不那家伙啦，哦，肖大哥骂你啦。上班呢，马不停蹄，我又来到另外一个地点了啊！我现在位于三重的这个大同南路，我要来买西门太狂的发片。哈那，各位如果要买发片的话，可以来我们三重的魔法乐，这里应有尽有。而且我真的跟你们讲，这边的发片发质真的很好，比较不会打结，因为我之前买他牌的狂打结。而且我们老板娘刚才说，就是有网友特地打来说要买西门太狂的头发，然后他还想说西门太狂是谁啊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对啊，原来是这么红的。在三重，而且这边真的是我看过种类最多的发片，交换礼物什么都可以来这边买。全顶的也有。全顶的也有。欢迎加赖询问，或是上 FB 嘛，魔法乐假发专卖店。对，给他按赞。OK， 接好演员，我们要去下一个行程了。有点冷，有点冷哦。来看一下我的土。现在已经是晚上6:11了，现在终于在吃我们的第一餐了。你早餐还没吃吧？对，早餐吃了吐司，然后还吃爆米花看电影，然后就没吃了。我们好忙哦。那因为你刚刚还要那个啊，你要 po 文啊。我们很喜欢吃这间的必胜客，然后我觉得 CP 值很高。喜欢吃 CP 值高的，对，而且它平日消费才300多块而已，有沙拉，有披萨，有饮料，有汤，什么都有，所以我们很爱来这边吃。对，有地方。而且你应该要先吃水果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吃的东西会就这样子叠在胃下面嘛，那胃会慢慢这样帮你腐蚀啊，所以你应该要先吃水果，因为水果是最容易腐败的东西，水果叠在最上面，你先吃这些东西慢慢消化，到它的时候，它的营养价值都没有。Oh. 所以应该是要先餐前吃水果。突然想到一件事，就是很多人说你让我生活上有什么很感动的事，有一个就是你开始会跟我说，
这个你先吃，比如吸管插了，你会说，嗯，我有吗？来，这个你先吃。真的你不觉得吗？下一个，因为你通常都是，你通常都会先自己吃啊，对不对？我现在都会请你帮我吃第一口的感觉好不好吃？你真的很烦耶。所以人都会成长的。你只要跟熟人相处一段时间，你不成长都不行，因为他一直狂念。念你说，我一直念你说，哎、欸，你怎么都自己进？不会，他会先用故事，他说，哎、欸，我前男友之前都讲。哎呀，不用这样讲、啊，我才不会。啊、我是以身作则了，因为有时候用讲的其实是没用的，你只要感受到身边的。对啊，我都这样做，但是我只要偶尔跟你讲一句话，说，哎、欸，你怎么都自己先吃？嗯、你才去回想，你就会觉得，哎、欸，真的哎，我女朋友都会先给我吃，然后自己都没有做到，然后在那边指念别人。然后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衣服不一样？因为我们刚刚回去换衣服啦，然后呢，把我的土稍微放回家，不然很重。不要重啊！要放这吗？对。不要哎、欸，不要这样请客啦！哦，要真的不要重啊！已经付完了。付好了。好吧，哎，真的是啊，我们就是平常就这样子啊，有时候会抢着付账，然后大部分我都抢输啊。没有人要跟你抢。这个就是互相 cover 哈，因为我最近很上进，他就说要请我吃饭，真棒啊！哎，那我只好继续上进下去了。耶，忙完一天总算回来了，撒娇吧，开启撒娇模式。哦，是哦，想我们是不是？很想是不是？每天都只要很想吗？我们一会儿就会在那边。想我们了啊？喵啊哈！那换图的过程呢，我就带过。如果有兴趣的呢，可以之后可以来看我的肖志伟生态小教室。好啦，今天这支就是我们的生活 vlog， 现在已经半夜十二点了。啊，你要让你遮，你不是素颜？哎、欸，我要遮哦。你要遮啊？哦，我要遮哦。不能素颜啊？也是可以素颜啊，看你要不要素颜。因为我是怕你不想你素颜。素颜会很恐怖吗？不会啊。我只是怕你想要素颜。没有，我是尊重你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反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除了 YouTube 以外，可以追踪我的 IG。那 IG 有更多的生活相关，因为我们只是久久出一次这种 Vlog， 对，并不会每天出。所以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有什么话想说的吗？没有，说完。好，晚安，睡觉，明天继续面对上班的一天，拜拜。